Alice，哎，你现在可以讲话吗？有蛮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哎。哦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这个 client 哦，厉害了哦，他要学钢琴，然后刚好我想到你嘛。哦。然后我，他是要学一堂 class 而已。啊，懂懂。然后一堂 class 1000块。啊！Oh my god！ 不过他有要求的哦。哦，什么要求？他要你去教他说、哦、穿短裙，然后要化妆的。What is that？ 还上咩？要看到大腿的、哦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写？我也不懂哦，他这样子 request。哈、啊，他我那么的靓啦，我为什么要穿短裙？1000块哦。1000块要这么要求？哦，我不要。哎，不过如果你教的好的话哦，可能会加、加多10堂 class 这样子，你有10000了哦。哇喂，什么人来的？怎么这样奇怪的要求？我不明白，等一下变态了怎么办？应该没有事的啦。我可以差一堂课这样啦，看他人是怎样啦，你知道吗？可是要是说你要一堂课就学会一首歌，又有点奇怪啦。这样你有什么颜色的裙？短短的裙，你拍照给我看。就我普通的，我没有很短的啊。买买，嗯，1000块耶，值得耶。可是他要你穿这么短的裙，一定有原因的嘛？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其实他在我隔壁，他现在就要知道。其实他是 fashion designer 来的。喂 ，Alice。哦，嗨嗨，哎，你不用担心我的啦，我喜欢看看女生的脚，因为我脚比较粗啦，虽然我很帅啦。啊，你有信心一堂课教会我吗？一堂课 啊因为我有一个 fashion show 哦，我一边要捧着那个钢琴一边 fashion show 嘛。你要学什么歌？之前我有看到一个香港的那个鸡，全部都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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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鸡，嗰个咧。哦，你是讲那个 marriage demo 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这首咯，这首比较简单是吗？你家里有琴，你要摆几？我每天练的时候，你载你的琴，顺便载过来一起练。载琴啊？嗯。哦，我家的不是 piano 哦。啊？都是 electron 来的哦。哎，随便啦，可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啊，等下，你跟那个 Gadis 跟你安排一下，怎样载过来呀、啊？他好像讲得很激动 ，OK 吗？你觉得这个 client 他家没有琴讲，买一家哦，他有很有钱的，啊、你叫他买一家，对，因为他说要我载琴过去他的家，你知道吗？你好，我是那个靓仔。这里是麦新人君啊，我就很奇怪，你很奇怪咩？讲要不要叫我？要不要叫我那首歌？全部都还该，全部都还该。Oh my god！ 好啦，就这样啦，谢谢你哦，拜拜。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。